新型冠状病毒，你应该知道哪些事？在洛杉矶郡，一般民众的迫切风险很低，公共卫生局正详细评估疫情的发展。新型冠状病毒是最近开始让人们生病的一种新形态病毒。这种病毒起源于中国，但现在也感染其他国家的人们。透过感染的人咳嗽或打喷嚏的口沫，人与人之间的密切接触，例如照顾受感染的人。症状有哪些？发烧、咳嗽、呼吸困难。我该如何保护自己与他人，不要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这类的呼吸道感染？如果生病，请待在家中，尽量不要与生病的人有密切接触，经常以肥皂和水洗手，时间必须超过20秒。若不方便使用肥皂和水，请使用酒精含量至少 60% 的干洗手，经常清洁与消毒接触过的物品与表面，避免碰触眼睛、鼻子与嘴巴。咳嗽或打喷嚏时，以纸巾掩住口鼻，再丢弃纸巾。若没有纸巾，请使用袖子，不要使用双手。只有在您生病时或在医疗人员要求时才戴口罩。若您这一季还没有接种，请接种流感疫苗以预防流感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。若您出现症状，曾与已知受到 COVID-19 感染的人士有密切接触，最近到过 COVID-19 病毒广泛散布或有社区传播的地区，请致电您的医师、医疗人员。如需要更多资讯，请前往 www.lacity.org 或 publichealth.lacounty.gov。